但是没来的呢，反正这个后果很严重。嗯，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对，嗨，这叫什么后果？得谢谢观众啊，花这么些钱来听我们说相声。哎呀，相声分两种，一种是贵的，一种是便宜的。哦，贵的相声反正除了贵没毛病啊。哦，便宜的反正除了便宜都是毛病。我们还很年轻，你们各位是支持鼓励我们。是的，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。对，会有的。什么叫会有的？你们不能给我得罪人啊！啊，我的人缘都回你们手里边了。跟谦儿哥合作有小半辈子，几十年了。我们俩也是，实在是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，就会干这行。对，承蒙各位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好，破费了，各位，谢谢谢啊。要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啊，以人家那个家境，人家那个状态，能说相声是我的福分。哎呦，这过严重。你看我在台上老拿着开玩笑，这个那个，人家在家里边跟个小宝贝儿似的。那我这岁数还小宝贝儿？给你们透露一下，他们家他是两门守着这么一个儿。您细说说。他两门就是他父亲跟他大爷。哦，这两针还可能不好说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是他父亲，然后你别这么举例，别这么举例子，就是啊，他爸爸是哥俩，人家听得明白，听得明白。是他大爷那针没儿子，哦，就是拿他当我儿子，就是什么叫当谁儿子？拿他当儿子是吗？哎，怎么这么难说？两针守着一个啊，就明白了是吧？啊，知道了，就是宠的都不行了，从小都惯。那会儿他，我听老人说他大爷跟大妈那会儿。盼儿子盼着都不行了，想得儿子。哎呀，那个，尤其他大妈啊，一心就想啊，嗯，我得给老于家添一个儿子啊。啊，有这想法。一晃跟他大爷结婚那么些年，没儿子，真着急。是，怎么没有？不能在那会儿生好几个啊？哪会儿生好几个？那会儿一块的小姐们都生好几个了。您说清楚了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啊，后来连那个偏方、封建迷信都用上了。哎呦。有人告诉了啊，说谁家死人出殡啊，你看孝子跟那儿哭丧，哦，哭丧不得摔老盆吗？啊，得摔个盆。北方有这习俗，孝子一搀出来拿一盆啊，跟这儿一哭爸爸一哭妈妈，啪一扔，哦，地上有一块砖，嗯，就这盆摔在砖上，摔得粉粉碎。是谁过去抢那块砖拿回家？文言词叫义子孙，哦，就说明拿这个回家就后边容易生孩子。就跟拴娃娃那个道理差不多。哎，他大妈真是满处扫听谁家死人了，知道吗？打听这多丧气！哎呀，挨那个打都无数了，真的吗？是啊，人家结婚他也问今儿出殡呢。嗨，这太没眼力见了，这是盼子心切。他大妈那会儿啊，一说这家死人了，明儿好早晨8点出殡，哦，凌晨4点他大妈就上那等着去，就等抢这个，就等着抢那块砖。你瞧瞧，他比孝子去的还早呢，他这叫虔诚。到6点来钟，大妈在那儿等着，哈哈，这就跃跃欲试，等着抢啊！周围那老太太都劝他：“你行了吧？怎么，你也让别人抢一块吧？都让他抢去了。你们家拿这砖都盖了3间北房了，好家伙！啊，这租房子去了，这个啊，你让别人抢不听，非抢。大妈手也快，就抢这砖，是吧？孝子搀出来举这个盆，我那砖呢？没了。”还没摔呢就抢走了，大妈抱砖跑了那快，好家伙，就希望有一孩子啊。当然最后这汁儿生了一小子，也算啊挺好。是两门守着一个，你这多疼啊，宠的都不行了。是真的啊，你说这个样的家庭很容易把孩子最后溺爱了，就惯坏了。但谦儿哥没有啊，我倒还行。我们合作这么些年来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发自肺腑的是真的，灯灭你灭，真的，我灭干嘛呀？您起誓我灭干嘛？就这样显得真实。我不用，真的不说谎。谦儿哥那是人中龙凤，您过奖了，都是厉害的牲口，真的。牲口不是，人中龙凤，马中赤兔，
啊，那您就是好啊。哎，您别带牲口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啊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就说他这个疼人劲儿。我，比如说郭德纲，嗯，在后台待着，哦，这一屋子可能有300人、500人。啊，人多，哎呀，都有吧，徒弟们、孩子们都在。嗯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您说，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？哦，手机没电了。说完这一句话，嗯，这屋里边没有人理我，都不借呀、啊。只有谦儿哥站起来，啊，我给你拿去，啊，我这方便呢。谦儿哥先把输液这针拔了，我这还输着液呢，啊，把呼吸机拔了，我能拔得动这个也还行，嗯。把胃管拔了，嚯！我这玩命来了，把肠镜拔了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垫的呢。嗯嗯，都拔完了啊！打开门，冲出去，回家，给我拿充电宝去。我这是疯了呀！我这一出门啊，一出门打雷下雨，还没完呢，就这雷，嗯，奔着于老师这脸，咔！这雷也是解着恨来的，嗯嗯，啪啊，摔那儿了，哎，站起来还往下跑，就这么执着啊，往下跑，嗯，往前面走，地上有狗屎，我这大灾小地儿都得来，嗯，一脚踩在狗屎上了，嗯，日啪砰，旁边有地沟，掉地沟里边，哎呀，地沟里边都是大铁钉子尖冲上，这谁修的地沟啊，这是。怎么那么损呢、啊、这个趴在这上边了啊，打这上边再说一身的眼儿啊，哇，那血刺的就跟那什么那个花洒似的，好家伙，刺着血还往下跑，哎呀，给我拿充电宝去啊啊啊，哎，没忘，再往前走，马路上过大汽车、嗯、还有大卡车奔着脸来打，啪，行了，嗯，站起来还往家跑，还跑呢，到家拿充电宝、啊、转身给我送来，这扭脸就出来了，转身一出来，汽车又来了、嗯，啪！这孙子等着我呢，是怎么着？撞脸上，他不走了，他往回跑，往回跑啊！郭德纲还等着充电宝呢，好嘛，跑跑跑跑跑！哎呀，哎，地上那个狗屎哪去了？我找屎呢，没有狗屎，地沟还在啊，自己滑，啪啪！我一猜就是扎一身眼儿出来，滋着血往这跑啊，还有血呢。到这门口不进来，哦，等那雷呀、啊，呵哈，等10分钟雷下来，咔，嗯，劈脸上，这算踏实了。行了，哎，再没了。开门进来，嗯，充电宝给我，行了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您是得哭哭了，我都感动死了啊！接过充电宝，捋出线来，找着插头啊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哎，你缺德不缺德？不是手机没电了啊！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明白了，我们俩好的不能再好。您想想吧，生死弟兄，过命的朋友是。什么叫朋友？哦，这还有讲吗？什么叫朋？哦，单字。上古时期，人们都住在中原地区，嗯，离着海边远，拿贝壳当钱。哦，这个听说过。因为见贝壳见的少吗？嗯，5个贝壳拿绳子穿上，这叫一系。哦，2系为1棚，这个字来了，哥们儿了，拿2挂贝壳下来带你吃饭去。哦，也就说拿这棚去，嗯啊，就说明咱们的交情。是棚有什么叫棚？嗯，咱们能聚在一块儿就叫棚。哦，什么叫友？过心，互相能照顾叫友。哦，棚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棚。你瞧，但是能到朋友那已经了不得了，这就有交情了。朋友分多少种？都有，笔友，笔友是写信，哦，以文会友，哎，嗯，网友，这是互联网上交的朋友，都上网，他们好出去玩去，叫驴友，啊，旅游的那个，驴肉友，对，驴肉友，集中在保定地区，哎，都加火烧的朋友是吗？嗯嗯，驴肉友，哦哦，炮友，喂，什么？好洗澡的那个，在澡堂子里边泡着的这个朋友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取充电宝掉沟里头了。哦，你吓我一身冷汗。您还吓我，真怕你说出来放炮的那个朋友。没有这么些朋友。
朋友分多少种？嗯，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。那当然啊，嗯，这个过去来说有很多的说法啊、嗯。老年间说谁跟谁什么什么朋友？哦，啊，这个忘年之交，忘年交是？忘年交是岁数有差距，但是排除这些差异，咱们是朋友。怎么叫差异？你看，比如说我，哦，郭德纲，嗯，85岁了。嚯、哦，于老师呢？家里有一个孙女儿，19。哦，您说这忘年交不着急，我是不着急，您这过什么瘾呢？19岁一闺女啊，大高个儿，大长腿，大长头发，嚯、哦，又狗狗又丢丢，这好看呗？就喜欢我，嗯，你瞧，我有点为难，还为难呢？啊，我就跟这闺女说了。你奶奶要知道会生气的。没听说，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啊！不是，但是我决定要冲破封建的束缚，打破世俗的眼光，少来这套啊！流氓就是流氓。哎，你看，您说的这是朋友吗？这个，你看，我宁可把辈儿都挫下来了。你看，谁跟你？你不认可我们两个？谁让你挫了？这种感情，您说的不是忘年交吗？对，我们俩都忘了年纪，那是你忘了年纪了啊！我们都忘了有年子这个事儿，忘了年纪。我就说忘年之交哦，有这个，哎，这叫忘年交。还有那个知音之交，知音是？你看，古代有钟子期啊，俞伯牙，哎，这听琴摔琴。俞伯牙是朝里的官儿啊，嗯，奉了大王之命，天下访贤。哦，走到这儿，听见钟子期正在抚琴啊，就弹瑶琴，弹着瑶琴，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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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，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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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，咚，革命的红旗。这是瑶琴弹的吗？这个，这三弦弹的，这是。反正就唱着弹着呢。啊，哎，觉得你很好，哦，我要跟你交朋友。你瞧，两个人一聊天、嗯、哎呀，志向方方面面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哦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咱们是好哥们儿、嗯，交朋友，咱们是知音嘛。嗯嗯，明年8月15我还要来，再来，转年再来的时候，弹琴的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、嗯，不在了。哎呀，好难过吧？就这那的，到最后琴也摔了，嗯、得了，不再交朋友了，琴摔了，摔琴，摔完琴抱着琴、哦、到这保险公司骗保、啊、骗保去了，没有，这不是好人的这个，就说这意思啊啊，这是知音之交啊，有听过这个故事，哎，还有患难之交、嗯，您再说一说，比如于老师，哦，我怎么了？你是一个80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，哦，这是谁的孙女19啊？这是，你的孙女19，我这嗨。那不管用，然后就给你、啊、从家 K 出去了。我这，您说说吧，这里边没有这孙女的事啊。哦哦，不挨着。嗯，于老师80来岁，奔90了，高龄了，老艺术家。嗯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说相声。哦，喜欢，哎呀，爱说相声，在哪儿呢？嗯，东五环外头有一片高粱地。我在高粱地里说相声。哎呀，练功啊，打14就在那儿练功。嚯、哦！哎呦，练到80。哎，常年累月跟那儿背词儿，练表情，练表演，给谁看？哎呀，爱说爱练。嗯，到80岁这天，创作了一个新作品，啊，叫《打倒郭德纲》。这个作品获得了业内同仁的认可。这高粱地里哪那么些主流相声演员？嗯，天天跟这儿练。嚯、哦，打倒郭德纲，恨郭德纲、嗯、啊，如何如何，练功呗。嗯，我、哦、拿这当练功，练功了。哎，这天高粱地外边来人了，哦，来一帮人上那逮蛐蛐来，啊，逮蛐蛐，逮蝈蝈，是拿一大抄子啊，哎，这抄子抡起来，咵，这个给老艺术家就扣上了。好家伙，我搁蛐蛐罩子里了。嗯，带头的这个是一华侨，哦，赞比亚的华侨，这地儿还挺偏。哼，嗯，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吧？他愣认识我，请您。嗯，到我们那里去发展。嚯，赞比亚啊，在非洲的中南部。您还了解这个地方出铜矿？铜，金银铜，那个铜，金属出铜矿。嗯嗯嗯，咖啡好，是当地日常饮食吃这东西叫恩西玛。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。那不是就是棒渣粥吗？那个要请您到那儿去说相声，你一琢磨这干得过。
哦，呵，要到了赞比亚，嗯，戴个铜草帽，嗯，端着咖啡，端着一碗棒子面粥，恩西玛，啊，您还了得吗？那是我净吃高粱了这么些年，嗯，我来点棒子面吧，对，换换口吧，啊啊，哎，我这什么形象？我这华侨说了，您要到那儿常年吃恩西玛，保证您最起码能活到60，哼，我回去了，我这个，啊，啊去吧。这啊，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我坐着这个吃恩西玛去啊？对溜哦，甭管怎么着吧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是。哎，这天您就到了赞比亚了。哦，到那之后坏了，是他们是憋着拿您祭天呢。怎么叫祭天呢？哎，当地有这个少数民族啊，啊，憋着拿您祭天。嚯，给您先扒一个干干净净的衣服、哎、啊，是扒好了，给您身上刷上黄酱。酱，哎，有点葱花，辣椒面都撒好了，拿我当羊排要烤了是怎么着？这儿架上火大铁篦子，好嘛，哎，人家所有的华侨跟那儿开开凉啤酒等着看您呢，就等着吃我呢，这是要祭天啊。于老师傻了，那是啊，傻了啊，就冲天上喊吧，啊，谁能救我呀，这还谁救我，谁就是我的亲爹，我就听见了。您是听见亲爹了，没听见我喊，我正在北京呢，我就听见了。嚯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嗯，我得救你啊，您去救我，您落了难了，那您救我去。什么叫患难之交，你得落难，这是哥们儿。我赶紧给那边打电话， 嗯， 嗯，可以了，把人放了吧。你们一伙的，你们这叫这是救我去了，这才把于老师送回国来啊。你说咱们这交情差得了吗？那没您好着呢啊！于老师无以为报啊！嗯，对不起德刚，我你看就说说相声骂郭德纲来着啊、哦！我也无以为报。那我有个孙女儿19，我这嗨，别提这个了，怎么老有这19的？就说患难之交啊，这我明白了。但是这个都不叫事儿啊！你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稳静之交？哦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自稳的稳，静是脖子。啊、哎呦，这稳静之交，这听着可比祭天那个听着。口感就不一样，哎，那是得先稳静后祭天嘛、哦、啊，那得还得拿您举例子，还拿我说。于老师怎么来？于老师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小伙子，年轻力壮。您身边所有的朋友，嗯，都是这份的，都好大企业家。是啊，呵，这个呀、啊，啊，买了私人飞机了，就这我的朋友，那个光游艇趁10个，哥们儿。这在澳大利亚买了5个海岛，这都跟我好。于老师说我不能落后啊，当然啊，我于谦也要成为一个醋类，哎，这就出来，我于谦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，就冲这嘴就好不了您这、嗯、我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，出类拔萃，出类拔萃的人，我胆子怎么着，我要成为一个万元户，我死不死啊，我哎，我还没成万元户，我跟人这帮交什么朋友？我是万元，这不1000010000的挣吗？哦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先数着。哎，我的目标，我于谦要从10000开始挣，还没挣了10000，就挣了无计其数的10000了。哦，到那会儿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。你瞧，我买这地儿，我要到赞比亚去当国王。哦，哎，我的王冠是纯铜的，还是铜草帽、啊我端着我那恩西玛，拿着咖啡。这碗棒子面粥就舍不得扔。嗯，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国王啊，国王兼皇上。哦呵，都来。哎，兼正宫皇后啊，一个人干呢这事儿、哎。有点什么粗活累活都是自个儿的。好嘛，你就霸占了赞比亚，都是我的。那是，以后你死了，你那棺材里都是恩西玛。哎呵，我让棒子面粥呛死的。这，反正人就是得有这想法啊。啊啊。哎，于老一想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怎么样？我先得有个好身体。啊，我先锻炼。哪个好身体怎么能坚持到赞比亚？是是是，你算算，打六里桥上了长途车，就这一道啊，颠弄也得颠弄死。哎，对，这得多颠呢，对不对？不能到嘴的恩西玛让它飞了呀。嗨、嗯，没什么好的。哎，啊，从明天开始先去体检，哦，检查身体。有一个好身体，对，于老师去了啊，那做个 B 超呗，是吧？哦哦，查查体啊，嗯，喝水。啊 ，B 超，打早晨9点到医院就等着叫号。哦，先喝水。做 B 超得喝水啊。对对，查肾。喝水，然后查的看得清楚。嗯。来1箱矿泉水，先喝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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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。
看着矿泉水瓶子自个儿感慨，嗯，这要是一箱恩西玛得多好。嗨，这是我的图腾。那是，嗯，你的 logo。 行了，喝一箱又一箱，喝两箱，嗯，喝两箱还怕不够，一回头有啊，啊，医院还得准备茶水了，还有茶，旁边桌子上一个盘，嗯，盘上一杯一杯的。哎呀，喝热乎乎，啊，喝吧，不一样。那是啊，有的咸丝丝的呀，啊，还有的甜不劲儿的，根据口味调的。那是那是，喝吧，嗯，喝完了坐着又说不出话来了，是吗？嘴里都拉不开栓了，齁的，嗯。护士出来了，啊，那盘子尿样呢？好嘛，我就知道不是茶。那二十来个老爷们白尿了，这是。好嘛，我这毁多少人呢？于老师个儿老个儿老的，啊啊，噗噗，干嘛呢？往外啐着结石，好嘛。还有老头这里头拧开水管子，嗯，啊，撅那儿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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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喝凉水往下送送，淡化一下。好家伙，这肚子已经胀得都不行了，水多呀，千钧一发。嗯，那儿喊了，于谦到你了，终于到了，做 B 超。嗯，于老师进来了，是您好哦，啊，于老师哈，嗯，躺那儿准备。哎，于老师躺那儿，人家大夫换手套，对，弄好了，一回头，嗯，把裤衩穿上，我脱了我。我这太没有常识了，松紧带都崩裂了，实在穿不住了呢啊！再上点去啊！那么大岁数，没羞没臊，真是的啊！你以为你是赞比亚国王呢是吧？不，这位什么都知道，这大夫这个愿望让人看出来了，哎，写脸上了。大夫手里拿一手柄，这儿看着那屏幕，嗯，这手柄在肚子上摁，他得看啊。这大夫太愣，怎么呢？摁的时候太使劲了，劲儿大了。屏住呼吸，啊，嗯，滋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于老师实在憋不住了，啊，尿了一墙，哎呀，到底是搞艺术了？怎么？要别人尿墙上就随便尿啊？您这尿出来四个字写的是“妙手回春”，呵，大夫都得佩服我。那是哈，嗯，大夫说滚蛋，哎呀，是得把我轰出去，尿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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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新鲜，尿太多都看不见了啊。这手柄就跟扔了马桶里似的啊！于老师上厕所尿去吧。嗯，进去的时候十二点。嗯，尿完出来12:40。好嘛，我尿盯一小时。嗯嗯，中午人大夫得吃饭去了啊，于老师也得吃饭去吧。是，吃完饭回来又弄两箱矿泉水跟在这儿，重新喝。我这多新鲜呐！啊，刚才那趴不尿出去了吗？是吧？啊，对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大夫还没回来呢。哦，自个儿在医院后门这儿遛弯儿。哦，医院后门这儿啊，有条小河沟，是，哎，有树林，哎，鸟语花香，嗯，跟着看着挺开心。哦，突然间发现打这边来一姑娘，哦，姑娘长得挺好看，嗯，满脸的眼泪，哭了难受，哭了，顺着河边往水里边走，哟，水都到这儿了，这是要自杀，嗯，这肯定要寻短见的。于老师善良啊，是啊，不行，我要把她救回来。我应该，但是于老师心说，从我这儿到他那儿，嗯，我这一闹，他一头扎进去死了，这就坏了，我来不及呀，啊！急中生智，怎么办了？脱裤子就尿，尿，那点尿都尿到河里边了。嗯，这姑娘回头看了一眼，嗯，骂着街就上来了。哎呀，对，都不死了，嗯，是吗？上来，你缺德不缺德你 啊？你是人吗？怎么了？死不让我们死一干净的啊？哎，不至于污染成那样。于老师，我是救你啊！啊，姑娘贵姓啊？是。我姓姚。哦，你好姚姐啊。姚姐，你有没有一好说好听的？为什么要自杀？嗯，姑娘哭了啊，活不了了。说说原因。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哟，嗯，他非说我有外遇。有没有说我跟李先生不错？他冤枉我。哦，那人姓赵。嗯，还是有，但是孩子是孙大哥的。好，这就俩了。于老感动了啊。好啊，是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。嗨，我给他炖了吗？那就，啊，怎么了？那白天鹅就玉洁冰清啊！我怎么瞧着了？爱你爱的都不行了。哦，你能跟我交朋友吗？ 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子。嚯，哦，姑娘说要跟我交往，必须你得没交过女朋友才行。我很在乎这一点。那你怎么不在乎你自个儿呢？嗯，于老师一拍胸脯，嗯，没交过女朋友啊，哦？我还真这样。日后你就是我的王后。我早晚要带你到赞比亚去喝恩西玛。哎，别提这个。姑娘说：“那我还有条件呢。”你说说。嗯，有车有房。哦，没有爹娘。
这条件狠点了，钱是做牙花子，嗯，可以买车买房，哎，但是我是一个孝子。对了，爹娘这个事儿，嗯，你容我半个月。哎，嚯，好家伙，真要下手啊！这是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哎，这不是什么姻缘，一男一女。你恩我爱，情投意合。是啊，于老师跟这个姚姐，你别提这个了。两个人开始同居。哦，我们俩还同居了。哎呀，找了一个特别棒的小区。嘿，你住三号楼，他住四号楼，这叫同居吗？这个俩楼就都是你花的钱租的两套房，那就叫同居。每天你过去给人家做饭、收拾屋子、刷碗啊，到睡觉人家把你轰回来。我就认为这是同居。得了，一晃仨月过去了。哦。这天夜里于老师睡不着觉看电视，哦，电视演这动物世界，什么呀，春天到了，交配的季节开始了，万物复苏。是于老师坐起来了，嗯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，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呢，我这什么思路啊，我这是，嗯，我要去找她。想起来了，认识快一年了，凭什么，嗯，连握手都没有过。呵，拿钥匙，我有钥匙。那下三号楼奔四号楼，嗯，到这咔啦一拧开门，一推门，怎么样？姚姐跟一男孩，那个嫩呢，知道吗？一掐一兜水，哎，哪儿那么些水啊？啊，就说这意思。现在不让掐了，咬人，知道吗？打针去。哎，盼着吧，盼着咱老哥俩多活些年。哎，啊，这个一百岁。一百岁都少说，知道吗？500岁在盆里泡着呢，我没有这么大的奢望。哦，活500岁那没意思啊，有个140-150就差不多。有一天，嗯，我活的，比如说140岁了，这就不少了。主持人说：“下面请欣赏相声。”啊，表演者啊，这个老艺人。郭德纲那会儿老艺人了，那可不是算吗？140岁，我估计我这么站着，够呛。岁数大，我就得扶着桌子，这就不容易了，能站起来。140了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扶桌子哈，嗯，就说话就得哆里哆嗦的那会儿，是吧？那是那是，这手估计手得这样啊，那帕金森了，强撑扎着哈。嗯，给大伙儿说相声很高兴。嗯，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，还小学生呢，我刚刚140岁，可以了，嗯，然后。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哎呦，我还在在这个盒里头啊。于谦，于老师，我得死了，我在盒里。你在，你在盒，你比我就等于是早离开一段时间。哦，今天啊是于老师离开我们100周年。哎，我6年前就死了，合着就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。哪意思？我6年前就死了。于老师跟大家见见面吧，还见面呢。打开这盖儿啊，打开这盖儿，我不能捧起来。怎么呢？因为我帕金森呢，啊，哆嗦，打开盖儿我捧起来，哎呀，哎，您就别捧了，给我挫骨扬灰了，您这弄得满处都是，别撒了。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对您来说，因为我有鼻炎啊，啊啊，你满处，啊，这我难受，知道吗？你给我撒了都没难受，你这鼻炎就难受，所以我就。拿出一点来让大伙看看于老师的部分啊，部分抓一把，嗯，哎，还是飞了，哎，演一场吹一口，演一场吹一口，我这一盒演不了几场啊，我这后台有水泥啊，是吧？好嘛，掺水泥，差不多掺点水泥，对，希望多活些年，得嘞。因为什么呢？您在我心中说句良心话呀，啊，分量不是一般的重。您客气，真的，你说让我说，我崇拜谁，或者不管同行。或者社会上杰出人士，哦，你让我挑几个，我真觉不出来谁特别好。哦，还真没有。反正是这么说吧，嗯，你要让我挑我崇拜我佩服的人，谁呀？前四名得有您。我前四名都有。对对对，您排第四个。哦，那投了呢？前三个是董永、许仙、宁采臣。啊，这都我跟他们仨搁一块儿干嘛？这仨你想，嗯，一个娶了神仙，一个娶了妖精，一个连鬼都不放过。这在我心中，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。哦，哎，第四个就是您，我比他们还强，那错不了啊。嗯，您在我心中永远就是，哎，就还是盒里头呢，这个永远是这样的，还就像一个碑似的这么一个乌龟，龟，啊，不是，凡是了不起的人物吧，就是驮着碑那个呗。哎，没什么呀，哎。
你说出我心里话来。没听说过。希望您也好，希望我也好啊，老哥俩在一块儿多给大伙儿说些年。那倒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丁哥，今儿来这些位啊，说句良心话，站在咱们这角度看，有一半认识，可不是，都是熟，尤其前面就这几个，哎，这有叫上访的这些位啊。啊，你听这个状态，这个声音，这就在这个园子里边坐了不下十年的人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他们才能这样肆无忌惮的叫喊、呐喊啊，太熟了，发泄内心的这个开心的状态啊，挺好，挺好啊，挺好。有大伙儿，我们这生活很充实，哦，很充实啊，这都离都近，是，这我都认识啊，就这、这几个大姐姐们啊，从满头黑发，这说的都这个色儿了，好嘛。挺好，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。嗯，咱能耐反正也就这样了。嗯，您也别指望我们如何如何。嗯，我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。哦，说确切一点，民间闲散艺人，还没单位，不在编制啊。嗯，人家有单位领导管着，我们也没人管。是，所以就自己管自己啊，约束呗。你看，我管着他，啊、他媳妇管着我，然后哎，干嘛非得绕一圈啊？你不好意思呀、哎？凭什么不好意思？说这个意思吧，啊，反正在这个台上，我们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了。嗯，特别喜欢这个行业，是，尤其现在就想当初最开始，大约是在2004年左右，2005年，嗯，我们开始进到这个剧场演出。哦，啊，这一路走过来风风雨雨，嗯，想当初那会儿也没人管我们，这屋能坐700多人，台上都是人。到后来就有点名气了，干红了，嗯，人家有关部门来了啊，只许坐350人，这是消防口的，楼上楼下多一个人，然后多发10000块钱。嗯，那一场卖不了10000块钱啊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就严格的遵守这规章制度了，就那是啊，就说那会儿，但是那会儿好玩，嗯，那会儿观众有时候最多连台上都坐过人。对，实在是没劲儿，带上台来，嗯啊，给我留出这桌子来就行，就这么一块儿。你要不拦着桌子上都坐着人，好家伙，那看什么呀？还好些个观众啊，从全国各地，有的是到了北京下了飞机，拉着箱子来到这儿买3张票。哦，他俩箱子呢，他加上，非打起来不可啊！三张票他得啊，就这么支持，这么捧啊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现在您出来听相声也方便。哦，你要过去来说，老先生张三李四这么出名，那么出名，你未必外地的人能认识啊。那你说这老先生在北京这儿说相声，你说的天好，你这在云南那个上哪儿看他去？宣传手段跟不上，是不是？你是在贵州山里头住着，他怎么能上天桥听相声来呢？是，现在方便了，嗯，现在要有电视，传媒很方便，上网网络啊，你甚至说你愿意的话，你自己来一趟。啊，那到这儿来也方便，交通很便利。嗯，就北京城这地铁4通8达，嗯，1号线、2号线，对，前列线是吧？啊，前列线，没有前列线，那不通地铁。嗯，不是就开着其他线的前边儿？嗨，那前边干嘛呀？没有是吧？没有这么说的。坐地铁，嗯，地铁我也没坐过，说这意思啊。嗯，公交车倒是原来老坐。啊，更多了，现在公交车多方便是吧？嗯，我那会儿老说300，我净坐300了。是啊，围着三环跑一天也没什么事干啊。干坐呀，跟你可不就干坐呗？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公交车有什么娱乐项目？是不是？嗯，就看看车上坐车的女孩，要不就哎哈，嗯，啊，您还有这事儿？那个玩意儿咱们也年轻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有时候我发现电视剧是真的，怎么呢？电视剧里那女孩，嗯，有点伤心事哈，坐公汽车、哦、这脑袋倚在玻璃上，嗯，看着窗户外边，画面特别唯美。那倒我在公交车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是吗？也见过那个，有那个脑袋搁在窗户上，那就是有伤心事。车多颠腾啊！嗯、哎呀家、嗯嗯，不怎么唯美啊！是下车都跟岳云鹏似的，哎、对，脸大了。对，公交车有时候什么事都有，你这坐着，旁边坐一女的，抱一孩子喂奶，你是多尴尬，是吗？咱们是念书人啊，正人君子，嗯、咱不像他似的。谁呀、啊？人家一喂奶，他是，哎。哎这打死我干不出这事来，是吗？一瞧人家喂奶了，少妇人家喂奶、嗯，赶紧把脸转向玻璃。哦，打玻璃上看得安心一点。哎，这嗨、嗯，您比我聪明、嗯啊、现在差着了。今儿后台我还给孩子们上课了。嗯，那小孩上公汽车，我们这学员，嗯、哎呦师傅您可不知道，今儿都急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公交车上没座。挤道还堵，车上有座都老头老太太啊，那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老头老太太让座。嗯，我说孩子，你车里下一个小苹果啊，小苹果下一个最炫民族风啊，啊，一看没座，你一开这个，大爷们都起来啊，哎，这好嘛，广场舞有的是座都让你坐。哎、对，
反正这个公交车呀、地铁都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，是便利。还有的人愿意骑摩托车，那这也快呀。今儿来一哥们在门口啊，还真帅啊，大摩托大头盔啊、哦。说一个好摩托抄起来比汽车还贵，反正不便宜。倒着啊，咵摘头盔。哦，这后边座上驮着儿子，可能是啊。哦，儿子，你妈呢？哎。掉下去了是怎么着？这玩意儿拿我准儿去，这个是吧？啊，这小孩自己坐后边，很帅，很帅。这那管什么呀？你会开那个吗？我还行，能开是吧？嗯。那会儿有句成语吗？嗯。说要想死得快，就买一脚踹，是吧？有这么说的。说相声的啊，于老师那会儿想买这个，我们大伙儿凑钱给他买，结果别白凑钱了，哎，就没死了是怎么着？什么话什么话？那你这什么叫白凑钱？能玩摩托车的都是很有闯劲儿的人。哎，对对，喜欢这个。你后台李文山李先生80来岁，你要来这来不了，这老了，对不对？邢先生80多了，是来这来了吗？上年岁了，顶多滑板知道吗？啊，还不如摩托车呢。这个我们后台又叫孔云龙的小三儿，那会儿玩滑板啊，大伙儿一听这就乐。他在家哥仨，前面俩哥哥，对啊。但是于老师一说是小三儿，你们就哈，哎。玩滑板，他那会儿住大兴，打大兴到天桥踩着滑板来，嗯，多愣啊！你说，嗯，你让我来，我来不了。当然，我有朋友玩这个，哦，我有一朋友玩这个，哎呦，滑板，我觉得他比汽车玩的还溜呢。他有玩的好的，无论上哪儿踩着滑板，唰，哪儿都能去啊。哦，上大街、上胡同、上哪儿，嗯，多难走的道他都能走，玩的好啊。他还玩那叫跑酷，啊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这楼奔那楼啊，就房顶的奔房顶子啊。我现在一到清明节，我就怀念他。改鬼了是吗？不是，摔死了那是 啊。好，这个离得近的呢，这些个交通工具是都能够完善。嗯，但是出太远的门，这就够呛了。远门不行，你来趟美国，你这滑板哪辈能到？哎，是不是？那是啊，出远门就得坐飞机了。飞机快了。那是啊，嗯，我最开始坐飞机都是于老师带着我的。坐飞机？那是那会儿咱当年混得不如谦哥呀。嗨，你别提了。中国相声界那会儿有钱就是他。又来了，你看什么叫又来了？必须得来，哎，这嗨，谈不到钱。中国相声界谁最有钱？就是于老师。别说这，那会儿没事，带你出国玩去。嗯，还没出国，过安检的时候没见过呀。啊，怎么还得脱了鞋啊？检查吗？怎么还得外套里脱了哈？是啊，咱不懂啊。嗯，于老师告诉咱，这是检查，看看你身上带没带那些个违禁品。安检，我都傻了，看着吧。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，跟他光着我。光着检查我，你看这咱新鲜没见过吗？是吧？啊，对，谁都新鲜，看这个。嗯，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坐飞机不叫事儿，哪儿都去。前些日子我上那个加拿大还去玩去了。哦，上加拿大？加拿大我不喜欢加拿大。怎么？加拿大海关排外。那倒是。头一年我们上加拿大演出那会儿，谦儿哥就是在加拿大海关给拦住了嘛，又扣下了。啊，说的长得什么这个那那这个。谁呀？长什么了？不知因为什么，反正就拦住了啊。所以后来很少去。啊，但这回是因为有朋友事儿，哦，拍点东西去了，到加拿大过海关，海关还问我了，嗯，你打哪儿来？我打北京来。哦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去？你有移民倾向？嗯，我说谁告诉你的？我得回去，我上这儿我找谁？你肯定有移民倾向。怎么看出来？你打北京来，你行李里边一个口罩都没有，你就没打算回去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至于不至于？就是我得回来，对不对？你，啊，我走的时候嫂子还问你回来不回来，哎，是吧？怎么老说这？说了得说，说了得。说话得算话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有一个缺陷，我不会开车。这是这老观众都知道哈。嗯，不会开车，我估计到这岁数可能不好说了。我别学了，现在学还来得及吗？干嘛学他？来得及啊！嘿，你看他要教我啊！冷啊！哎，我干嘛这样啊？你我胆小害怕啊，哦，害怕车，哎，害怕人。你开始你不会，你知道他给你弄哪儿去？你他都愣，他们这人是吧？反正上哪儿去都这么开车，包括上黑龙江德云社演出去也是，嗯，德云社黑龙江德云社，但有一司机开车带着我，嗯，你别学开车，我弄你去。哦，你说你上哪儿吧？嗯，我那开走呗，是吧？啊，开车走哈尔滨街上，正等着呢，前面来老头啪叽爬车头里边了。那是碰瓷。一瞧我心说我是不能学开车啊，开车还有这碰瓷的了。对呀，对不对？这司机真愣下去了，嗯，离着还一尺多呢啊！啊，大爷，你干啥呀？嗯，撞我了，给钱啊！哦，不是，这有监控这块能拍下来，离着还远呢，嗯，哪有监控啊？这块是我的地盘，没有监控。嚯，没监控打死你！哎，这嗨，
老头把实话说出来了，这玩意儿就开车这么大的乐趣啊。反正实在没车我就打车，打车也行，哎，打车也方便哈，但打车我绝不带你一块打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没有价值。什么叫没有价值？怕你自卑啊。我怎么我打个车有什么可自卑？举个例子啊，啊，打一车我上车了，从这儿到那儿要十块钱，对，要十块钱，我得给人十块钱吧？给钱呢？我给人十块钱，嗯，然后你拉车门你也上来了，是，是不是就这十块钱了？那就这十块钱，你不值钱啊？拉我十块钱，你这也不要钱？我就不值钱呢，哎，不用给钱了，就说这个意思啊，说这个意思，反正现在来说，我觉得出门嗯很方便。是天南海北去哪儿都是特别简单的事情，哪儿都行了。倒退些年，交通并不便利，嗯，不像现在是。过去北京城那会儿有骑驴的，啊，那是脚夫。出门上哪儿？打这儿，我比如说我去趟广安门，嗯，啊，我上西直门外，哦，雇一个小驴儿啊，那儿有，哎，骑上这个啊，我骑上小毛驴儿啊，哎哈，这前门镇阿凡提阿大爷，阿大爷，老北京啊，嗯，哎，谁们老北京？阿凡提是老北京。还有这个大二车，大二车是大二车，就是骡子马拉着那个车，哦，嗯，那是有钱人家大户人家哦，坐这个车，大二车带棚子，哎，大二车，嗯，还有过去来说，有一种洋车，您细说这洋车，老舍先生有一小说叫《骆驼样子》啊，骆驼样子，啊，骆驼祥子，祥子，瞧你那个样子，哎嗨，就说祥子。骆驼祥子是吧？骆驼，骆驼祥子，你怎么非倒字不可呀？这老北京人叫骆驼，不会说骆驼啊。骆驼，骆驼，对，骆驼祥子拉的就是洋车。哎，有一个车厂子，嗯，然后把这些洋车租出去给大伙儿卖苦力。哦，全称叫东洋车。嗯，因为最早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嗯，后来引进过来叫洋车。对，简称。到了天津240里地不叫洋车，它叫胶皮。哦，叫胶皮了，因为那轱辘是胶皮的。哦，胶皮车，嗯，天津人一喊胶皮，哎，嘿，那个味儿的胶皮。哎，到了上海叫黄包车。哦，上海改称呼了。哎，用这个上海话一说就是王八车。哎，王八车呀，你要站在街上一喊黄包，嗯，没人理你，是，一定是王八车。哦，哎，来这来这来这，哎嗨。太容易受骗，加一车就过来了啊，那是啊，嗯，所以说在过去来说呀，很多人都是指着拉洋车为生。哦，但是这玩意儿就看能耐了。怎么这还有什么能耐呀？有挣钱的，有不挣钱的。你怎么个不挣钱？早晨6点出车，晚上8点回来，这一天可能就挣3块钱。哎呦，那不够吃的，勉强糊口。是是是，有的人上午8点出去，下午5点多回来了，哎呦，挣7-8块钱，这就够嚼棍了。有上午10点出去，下午2点半回来了，哦，挣20来块钱，能挣钱，那就家里过得不错了。对对对，有中午12点出去，12点10分回来了，这是挣400多，嘿，真好。他把车卖了，哎嗨，败家子儿吗？这不是根儿都绝了，这嗨，以后甭干了啊。反正拉车也分3、6、9等，嗯，你要会拉车的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还能挣钱。哎呦，他有一种人拉车，他叫。拉车的贼。什么叫贼呀？哎呀，他把这买卖啊都干得出神入化了，干精了。哎呀，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漂亮，自个儿捯饬的也挺精神，帅啊。拉这车奔哪儿？嗯，或是前门，或是永定门啊，就这附近。在哪儿呢？嗯，在火车站。哦，上火车站等座。在火车站，嗯，这儿等着啊。嗯，一瞧来这主，金丝眼镜，西装领带，对，拎着皮箱，嗯，不拉你，这怎么不拉呀？一看你这个状态，就是知书达理，见过世面，城里人，不拉。哦，哎，一瞧这主大皮靴，哦，留着八字胡，拄着文明棍，嗯，不拉，这也不拉，有身份，不敢，哎，拉你这不方便。哦，找什么样的呢？啊，背一个大包袱。脑袋上蒙一块手巾，大棉袄，二棉裤，嗯，一下火车两眼一闷黑，哪儿都不认识，外乡人。哦，专拉这样的，嗯，哦，拉乡下人。这老乡一下火车背这包袱啊，啊啊，站在前门大街眼都直了。嚯，哦，哪儿都不认识，正愣着呢。嗯，这拉车的贼过来了，问，奔着后边，啪，上先打人，给一下，哦，准吓一跳。嗯，哟，嗯。吓一跳，敢说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说叫敢说吗？嗯，敢说吗？瞧他这样，嗯，乡亲，乡亲，这话就是三清子话，哦，知道吗？
没有这么一见面，乡亲、嗯、就是拿人当乡亲人。哦，乡亲，嗯，上车。哪儿就上车呀？这主吓得冷汗都下来了。嗯，干什么？哎，还是这句，上车呀！啊，上车，我送你去啊！这叫上车。你看怎么直愣神儿啊？这是啊？嗯，这地儿叫北京，知道吗？是啊，知道。嗯，这是北京啊。嗯，哎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上哪儿啊？是，我上那个崇文门。哦，崇文门，列位您都知道。嗯，前门到崇文门、嗯、一箭之地。不远，没多远。嗯啊，我上那个崇文门。好，你瞧拉车的这状态怎么样？说什么牙花子？崇文门呐、啊？怎么了？就这线儿啊？啊，老乡尿都快下来了。琢磨的了啊？是，琢磨的了。崇文门呐、啊？嗯、你在通县怎么没下车呀？没听说过。上通县下车找崇文门去 啊老乡都傻了。嗯，我这个天爷呀、啊！远不远啊？嗯，哎呦，可不近了。是啊，得嘞、嗯，你肯定是找不着啊。那还是上车，你行，我送你去。哦啊，上车。嗯嗯，哎，那个，嗯，多少钱呀、啊？问钱。嗨，这个拉你就当白送一样啊。嗯，十块。什么叫十块？十块啊。我打山东到这儿一块五，哎，这好家伙、啊，太能黑钱了吧？这也怎么那么贵呀、啊？北京哦，有王法的地儿，这还有王法呢，知道吗？啊，上车，我这个娘呀，便宜点行不？嗯嗯，多少？嗯，两块行不？也不便宜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我得赔死了啊！上车啊，这也拉了，那本来就一毛钱的活呗，是吧？嗨、哎。老乡上车抱着这个大包袱啊、哦、还抱着俩眼不够瞧的，嗯，抄起车把来往前就跑，是跑过两趟街停下了，干嘛停下？哎，那什么，打票。打票？打票？洋车哪儿打票？老乡都傻了，嗯，什么打票啊？啊，刚才不说两块钱吗？嗯，那是车钱。哦，过这趟街得有两块钱的街票，看见了吗？街票那儿站着一警察老爷，嗯嗯，哪年头管警察叫老爷？是警察，也不是谁是姥姥啊。嗨，警察老爷是吧？两块，我这个天爷、啊，票钱两块，车钱两块，我这个山东俩来回的。哎，对，你别提那个了、啊，不给行吧？不给也行啊。哦，行，看你那造化了、嗯。哦，抄起车把，跑逆行，哦，奔警察去了。那能不逮他？警察能不拦着吗？啊，疯了，这不是吗？嗯、啊，回去。哎，好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这就回去了。把车停那儿，瞧见了吧、嗯、不打票不让走，这是因为票的事儿吗？这掏两块钱，嗯，掏两块钱接过来，转到旁边有那个电车站、哦、地上有扔的那个废电车票，哦，捡一张回来，嗯，搁手里拿着，好、哦、瞧见警察老爷晃一下就让过去了啊，是这样，抄起来，这回不走逆行，顺着走，走顺行，路过警察这儿、嗯、老乡还晃着票、啊、那有漂亮、啊谁看你这票啊？往前走，怎么样？啊，警察老爷没拦着你吧？那是啊，就得买票，人得守规矩，知道吗？啊，是是是。到前边再找这么一个小孩拉车的，哦，给你一毛钱，嗯、这个送到崇文门去。哦，他还不送，把这活儿得卖出去。哦，真到那儿一瞧，这么近要这么些钱，打起来了。哦，你想这样拉车，能不是拉车贼吗？他真挣钱，他能不挣钱吗？是是是，白天拉几回，这钱就够了。嗯，他比一般做生意，比同仁堂挣的不少。那倒是。到晚上洗个澡，嗯，吹着头，嗯、穿西装，拄文明棍儿，干嘛？也上什么歌厅啊、妓院消费去？啊，也出去花钱去。这一坐啊，我家里趁多少钱？哦、有金矿，我爸爸是哪个大银行的？如何如何？吹牛。说的这个舞女，哎呦，大少爷呀，啊、我跟你从良吧，嗨、我跟你走吧，挎、啊、着胳膊撇着大嘴，嗯、那份儿足，呵，哎，这挎着这姑娘，拄、嗯、着棍儿走了，站在门口，嗯、洋车也叫车，他也叫洋车，嘿，洋车，嗯，来了来了，洋车来喽，哦，一放一抬头，嗯，哟，二哥没出车呀？哎，这嗨。穿了帮了，你看这玩意儿有同行吗？啊，碰上了，就是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那这嗨，这句搁这儿不合适。这种人叫拉车的贼，确实是贼。还有一种是拉车的油子，这油子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这么可恨，哦，但是你细琢磨，你也不清楚。
啊，也挺贼。那是一般拉车的油子，这车呀，嗯，他都搁在胡同口，胡同口，他是揣摩人物心理啊，啊啊，哎，准得从你身上把钱挣够了。他怎么着？搁在胡同口这等着啊。一瞧，打里边出了一位，嗯，拎一箱子，四脖子汗流，累的，赶火车去，嗯，时间可不够了。哦，哎呦，这要了亲命，这出去哪儿找车去啊？嗯嗯，哎。一眼瞧见他了，就有他也瞧见这位了，嗯，赶紧跑过来，哎呦喂，嗯，大爷啊，我伺候伺候您吧。你瞧这话说的，话是拦路的虎，嗯，衣服是渗人的毛。哦，你看就这两句话，我伺候伺候您呗。你瞧，说着话把箱子接过来了，嗯，这就心里痛快了，高兴。呵，你还我还这事儿这么巧哈，啊，没想到出门就洋车，嗯，往常都得走出口去了。是啊，这您上车，您上您问了，就是伺候您来的。上车吧，嗯，这往车上一坐啊，箱子放好了。哎呀，大爷，您这个红光满面呐，嗯，这是上哪儿发财啊？我上火车站啊，上火车站2:30的火车，误得了吗？您踏踏实实的，我给您送到地儿。您这回好了不得了，翻着翻的发财啊！以后还得沾您的官。那个多少钱？您提这就远了，什么钱不钱？咱们走，别啊！你别来这套，哦。你说好了，你说要多少钱，这个也行，啊，这位心说做生意的嘛，嗯，你这么不说那么不说，到时候你一翻脸要钱怎么办呢？不合适。哎，你别，你说多少钱，嗯，你看您这人是怎么了，这根本就不叫钱，啊，这么说吧，啊，昨天也是这会儿，嗯，就在这胡同里边啊，您旁边那家出了一位穿着打扮跟您差不多，哦，一瞧也是有钱的大爷，嗯，人家呀，啊，给了1.5块。拿人家说是，实际上这趟活多少钱呢？啊，2毛。呵，好家伙，他说出真的，嗯，今天也赶上好日子啊，也赶上对的人了啊。是，我得跟您诉诉苦。哟，孩子怎么了？真的，俗话说师徒如父子。对对对，我拿您当我亲爸爸一样啊。那是，应该是这种关系，是不是？嗯，真的，我有什么话都告诉您。你说说，我爸爸对我不好。你提这个，哎呦，行了，怎么不好啊？啊，您这吓我一跳啊！不是，我得搞清楚了啊，这我这头发差点都曲了拐弯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当时就现原形我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，也不能说对我不好吧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感觉他对我呀，啊，比对别人更严厉，跟你还严厉，啊？那可不啊！我就拿家里的这个情况来说，你说说。我和我身边同龄人跟他们这些孩子完全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人家出门穿那个衣服呀，开的那个车呀，都比我好。都开好车。那可不，人家一穿衣服讲究名牌啊，现在都讲究穿大牌，纪梵希。嚯，您也穿吧？太贵了，那东西。范思哲。那是是是。穿人穿的鞋都 GZCL 的。世界的大牌。我怎么跟人比啊？你不穿这个吗？我就一身德云华服的大褂。这倒省钱，他们家自个儿的。啊。就这鞋算名牌，是内联升的。这什么名牌啊？这我怎么跟人家比啊？ 啊，人家出门开那个法拉利，开兰博基尼。嗯，虽然我出门坐那车比他们贵吧。啊，2号线。哎，那是比他们贵，现在是吧？但是我们是一大堆人火着用。啊，这嗨，别提这个了，啊，是吧？啊，我这跟人我没法比呀。你真是，你怎么这么好的条件，干嘛不给孩子点钱呢？是吗？我回家我就找他，我跟他生过气。你跟他要他就给你，我找他去了啊。我说爸，您可不能这样，嗯，啊，我们的朋友一个个，你看人家什么生活，我什么生活呀？就是，我也要钱，你也给我钱，我也出去花去。对对对，我一说完这话，我爸当时就掉脸了。哟，还生气了。郭麒麟，你要危险呀，你三观不正啊。怎么就牵扯到三观了呢？啊，你说爸爸，我现在能给你钱，日后有一天爸爸不在了，谁能给你钱呀？啊，哦，再说了，你以为有钱就那么好吗？不好吗？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？你错了，孩子。嗯，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确实是，有的事儿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我以为您想象得到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，想歪了。我也不明白怎么。您别想歪了，这怎么？其实是，你爸爸在家里根本就不快乐。
只有出来才快乐。别胡说八道，你管点你这嘴吧。一会儿该囊我了，一会儿啊。咱怎么说呀？生活是一方面。在工作上，我觉得他对我也不好。不，这个你就在工作上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不，您看，今天是赶上封箱了，这么好的机会、啊，当这么些观众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，让我跟您在一块演出，这多好啊！平时呢，嗯，非得让我跟他徒弟在一块合作，阎鹤祥啊。我爸虽然水平高，他教出来那个徒弟的水平能跟他一样吗？那比他肯定是不如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甭管说是在这儿的，不在这儿的，活着的，死着，咱也不管啊啊！你就说。就给我安排这阎鹤祥，这跟我在一块儿，我能进步吗？孩子，你说这我挺理解的，您对不对啊？搭档都得一边骑，是啊，哎，这差点是不行。他一直拖我后腿，没有他我早就火了，您知道吗？阎鹤祥拖你后腿？当然了，我早就看这孩子不地道。我徒弟，你这拖他后腿，他正在事业的上升期。对呀。真是，咱们余家门这些个孩子，虽然说人数不多啊，咱们是精，那是咱们就少而精。对呀，啊，他们的乌泱乌泱一大堆，那个是不是？我早就看不惯你师傅这收徒弟。嗯，您看不惯谁收徒弟？你爸爸这收徒弟？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！不是，不是，这他徒弟太多了，净跟他徒弟说话，可不嘛，就容易说错。就是你收那么些徒弟，他没有用啊。不是，这不是没有用，还净给钱，他不给你，他该给他们呀、啊。这是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分析这就是问题，真的。我今儿这么跟您说啊，今天也借这机会，我跟您说清楚，我不跟他演了，行吗？我打今儿起跟阎鹤祥我们俩分开了。不是他有问题归他有问题，不，我不俩人搭档还是搭档，分手快乐了，行吗？不是，你要么你把他叫上来，行吗？我别，咱别起哄，你把他叫上来。打今儿起我跟您演了，行吗？我跟您合作，爷们儿，让阎鹤祥跟我爸演去。行，没问题，有这话咱爷儿俩谁跟谁？是没问题，你把他叫上来，我说说他，咱们一块儿把他叫上来，哎，把问题摊开了，得，好不好？在吗？哎，阎鹤祥。人来了吗？哎，来吧来吧，上这儿来吧，来。我说这节目不是没有我吗？是没有你，是没你。我在后台睡会儿觉，我刚做一梦，哪个弱智说我不地道啊？听着。哎，师傅您看见没有？不是，看见没有？这就开始了。他平常就这么说话，多新鲜呀！不是，这不找一小包袱吗？我拿于老师，这是包袱吗？不是，我今天包袱不包袱，单说，嗯，你们哥俩这个，他跟我怎么意思？有矛盾？没有矛盾，我们合作挺好，一直。你他爸把我身份证收了以后，我就干不了别的。你别了、哎，什么时候把你身份证收了？那你还给我呀，倒是。压根儿也没收你，你别当着我当着我师傅，你这么说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怎么了？我挺好，咱合作不是挺好的？哪儿就好啊，阎鹤祥？我怎么你？我今儿当着这么些观众，我问你，哎，你把问题谈清楚，没关系。你做的那么些个对不起我的事儿，你全都忘了呀？你不是那回是你女朋友先提出来的？你等会儿，不是，他跟于谦那会儿就口臭，对呀、啊，不是，这里没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把这事儿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不怎么？不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是，就我们俩不，哦，不是这事儿，不是，没，不是什么事儿，我压根儿就没有女朋友，没有这。咱们说工作行吗？对呀、啊，说工作啊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不怎么了？您说，在工作上是不是你一直拖我后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怎么拖您后腿了？我柔韧性就差，我够着您腿吗？我，这拖我后腿就是拽我，是怎么着的？不是，你们都底盘低，我也够不着我这。我就告诉你，打小是我这么，打小我就认识他。对，打小我就看出来他长大没有什么出息。我是你打小看出我长大没出息了，我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从哪儿看见的我呀？你看，按理说我们俩私交不错，对呀、啊，不至于闹得这么僵。我们俩是什么交情？打小玩到大的交情啊，知道吗？小时候我们那都光着屁股满胡同跑，不这不实话吗？是真事儿啊啊！那年我6岁，他21。对了。这还光屁股呢，我因为这劳教了3年呢。好家伙，是，您先等一会儿，咱这就别提了，这就是
你说咱小时候好归好，长大了我没想到你变化怎么这么大。不是长大了，我跟您合作没毛病，咱怎么了？咱就从专业上说起啊。专业，于老师在这，您我就怎么了？我大胆说，大胆说，这是个机会，哎、没关系。你上来，我师傅在这儿、啊。咱小的时候学都是于老师，他是代课老师，对他教咱们都是教咱们啊，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：啊、吃喝嫖赌。你哪样？我不是不是，你哪样行？不是于老师，您看，这是我没能耐吗？这是不是我什么玩意儿？我师傅有能耐、啊，我是在学校教的这个吗？你这还世家呢？这学校、啊，这是画四门功课，吃喝嫖赌啊？什么呀？坑蒙拐骗？这谁听说了？那你师傅在他们家教的？对，是的嘛。说学逗唱，对，说学逗唱哪一个？你哪个你都不占、啊？人于老师教咱的时候，咱们学都不错嘛，都表扬了。表扬什么呀？啊，说那表扬都是我知道吗？废话，他是你亲爹。你等会儿，我住住，不是，我说就是他像亲爹一样那么爱护你啊。真是的，杨克祥，你打算干吧？你还？啊，不是，我怎么说？我不说，我不说了，这事儿都往外说。对，被您给挠着了。站半天，就我蒙在鼓里，您看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行，我觉得该告诉孩子了，真是。没事，早着呢。不是，你这再这样说，大伙儿都误会了。啊，我严正声明一下啊，于谦老师是我的生父，师父。生父还是师父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话？我不是。师傅是我的师傅啊，你嘴里清楚对吗？嗯，于老师教，咱就说，就拿说来说。您说怎么了？我相声演员嘴最重要，你这嘴行吗？我嘴怎么了？你嘴笨得跟棉裤似的。对，是不是？什么比喻、啊？一张嘴，那舌头上跟套着袜子似的，谁听得出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往后没毛病啊。学你能学什么呀？学什么都能学呀、啊。你学一傻子还是本色出演？对，对不对？你这嘴多损呢，于老师。哪个都学不了。你是不是这样啊？你看看。我怎么就跟傻子似的了？我就是这样。你说逗逗怎么了？你能逗吗？我能逗乐啊！哎，往台上一站，嘚不嘚嘚不嘚，说四十分钟，底下观众一个乐都没有，跟对口的晚报似的。您说这是他跟你爸上春晚的相声，您知道吗？不是我说的吗？那地儿就这要求你，你看看。你要今年花那么多钱又没上去，行对不对？咱行，什么叫花那么多钱没上去？压根儿也没花，没有钱的事儿，对，没有钱的事儿。我们央给人家来的，换男导演了，都听说了。嗯，说你们俩的事儿，是我真说着呢吗？这不是说着这，哎，你不要往外支啊！啊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咱全放一边去啊。就说这唱，你能唱吗？哎，唱我没毛病，郭麒麟，你还没毛病？怎么了？我这么告诉你啊，唱。不光你就刚才上了这么些个演员一个一个全有毛病，那唱的不错。什么不错？谁唱的不错？刚才那节目那叫唱吗？没法，那都叫学唱。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，你现在找去吧，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几个人啊？怎么没了？大开场上了100多个相声演员，这是当今中国相声界的中坚力量啊！就这100个人里也就仨会唱的。哪仨？说的对，我爸我师父还有我，就这仨，找不出别人了。赶紧听到30就一个都没了，我跟您说。没听说过。凭什么呀？上春晚了。对，那是听不着，那是。不是您说您这贬低我，您这不是贬低你，不是你会唱，你就没学过呀？您也不相信我是吧？我是不相信，我没听你唱。我爸爸什么时候教你太平歌词？他收我钱了，凭什么不教我呢？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呢？现在是。他什么时候收你钱了？他怎么我们家房子没了呢？这个。我们家都交了学费了，我跟您说。你们不，你要说你们这师兄弟不地道。您也分钱了，您别说这，我跟您说。我分的少啊。你分的少，你也分了，你。行了，还是烫头，我每年烫头1000多。你少说。一烫头就过生日，我没法说这个了。这都像话吗？废话，我们不收钱，拿什么上春晚？我哥，这是我说吗？这个。这一家子什么买卖？我跟你说，真是不是这别的都不提啊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我都不在乎，我都不往心里去。是你爸快乐，你想象不到，你是不在乎你。咱今儿就当众咱 PK 一下 ，PK 你快乐是怎么着？你不是不服吗？你跟我来，对吧？好，您就这么像他是吧？不是像他，他唱我教的，你唱我没听过。好，哥，我今儿当观众啊，我给我师傅的徒弟我长长脸。长什么？郭麒麟就太平歌词啊。怎么样？你一张嘴我就告你是哪段。什么？你一张嘴我告你是哪段。脾气这么大。对了，我一张嘴就知道哪段。就不服了。你看这个，你来跟他来。
哪一段？您闻见没有？他吃蒜了。哎，别，你闻见没有？说吃蒜，谁吃蒜？您光张嘴不出声啊？你说张嘴？对，你说的。您得出音啊，还得出音，多新鲜！我这么告诉你啊，我一出音你就害怕了。不信了，听这个啊，谁侮辱你了？是怎么着？这叫怎么说话？什么词儿？这是是是，您看看他孩子，有他这样，他还是孩子。就是啊、对呀、啊，要不您说我来呀、啊？别别，什么就干嘛？怎么什么就您是您说整句儿的呀？您得来唱一整句儿，整句儿的、啊，唱一整句儿能干唱吗？啊，我得把我那钢琴拿出来。您这不外行吗？太平歌词用钢琴，我们就用钢琴，对，多新鲜啊！你也不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玉子。哎呦，你还知道这叫玉子？单学这名儿，你爸收了我3000。嗯，爷们儿，咱那不贵，咱那不贵，还不贵呢。要少了，要少了。我一场才40多，我。你甭管那个，行吧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吧。名字不重要，得会打，得会唱。谢谢啊，这玩意儿谁不太简单了？来，呵，你看，啊啊啊，行了，别垫了，长不了个了啊，基因问题，您这是啊，行。用不着，我们这都世界男子标准身高。哎呦我天，比我高都巨人症。好嘛，你姐宽心吧，你啊，来了啊，来来吧，这就开始。师傅，听唱，我给您长脸。对，好孩子，我给您长脸。好孩子，行不行？您可得公平啊，于老师。当然，我什么时候不公平过？你什么时候公平过？来来来来啊，听这啊，一张嘴啊，这你就不会啊。嗯，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。典型的近亲结婚嘛，我说什么来？有我什么事儿？这里，你有您什么事儿？行了行了，太乱了，咱们这个。您这我都说上来，您跟这扭什么呢？您在这儿，你唱声太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把声压下去了，他唱没用。对，哎，你可真公平啊！你这你看看。听不见吗？还唱什么呀？啊，这赖我压过他了是吗？我信呀、啊！你这还不行吗？这个我不压着你，你来一回。你说清楚了，你不别在调门上压着我。我这调门别的我也压不住你 啊！真是的，你真是。嗯，换一个啊！哎，这我可会啊！会。你承认我会吗？这刚第一个，这第师傅、啊、第一个嘛。咱于家门，您我打小您就教育我。对呀、啊，咱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没错。对吗？哎、我头一个上来都给你问住了，你不会，你说你这么大人，你脸往哪搁？你真扎后台马桶里撑死了，你赖谁呀、啊、你？我跟于老师够吃的吗？我们俩？你拉着我干嘛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师傅去、啊？这是怎么着？我但您甭那么损啊！啊，这照顾我脸是吧？多新鲜！你再来一个。你是不要脸了吧？那我就没有脸，我干这还要脸我、啊？来来来，唱一别的啊！来、嗯，听这个啊！啊，对，第二段啊，第二段。嗯，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臣贤万民安。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行。你唱那么快干什么？三齐贤王名叫韩信，灭霸，韩信算卦呀，韩信算卦呀。我要不说您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问你，你真有大人大量吗？就这么露脸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行，完了吧？我会。你会，你不用唱那么快呀。就是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，你唱那么快，他跟不上你，他还唱什么劲呢？对、啊。还您真是上阵父子兵了，您俩真的啊！哈哈哈，这我唱的快是吧？是啊，再来。我师傅这多公平，一敢烫个头跟大法官似的，多好！你看看什么大法官？你真是，这其实还剪了剪的，什么老狐狸似的。那再换一个，你再来一个。行，这样啊，我也不跟他闹了，是吧？行吧。赶紧把这矛盾解决完，让他滚蛋，咱俩好好。不是，咱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分开。合作，你知道吗？目的是你们俩和好，目的是和他调教过。行，那这样、啊，证明我得要和好、哎、啊！我来一绝招，把你弄服了，行不行？还绝招，你来好吗？啊！我唱一个绝段。哦，太平歌词打有到现在，您各位都没听过，哎呦，连我爸都没唱过的，咱就会这绝的，行吗？来来，我唱一段，展示一下，连我师傅都没唱。这是古段，听过这段的人基本都死了。要不您站这边来，好，要不您站这边。您这么瘆得慌呢？您这个，我那意思说这段你是唯一一个活着的。对，你看，好好行行吧，来吧，就没给观众唱过这段，太老了。你们家压箱底儿，前清那会儿那演员唱的啊。行行，来我听听啊，听着，您把前天的能唱了，我看看啊。听这啊，嗯，没听过啊，我听听啊。那杭州、哎、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此景行了行了，疯了是怎么着？行了行了，我这回没压着他吧？
你摁着他也不成啊。就咱是说这回没我毛病，我先说这名字了啊。你说《白蛇传》这段你爸没唱过呀？除了阿富汗，你爸在哪儿没唱过这个？2006年走学全唱这段了，这个前天没唱过。对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那个不是说前天吗？行，完了吧？好，嘿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严永祥啊！不是你们长能耐了，这出息了。不是你，来，你们俩合作，你们俩谈。你站在这儿，嗯，眼睛看着我，别往别处瞧。你能啊你？我就能耐，出息了。对，长能耐了。这两天学了不少啊。啊。我唱一个你会一个，唱一个你会一个，你还想干吗你？啊？这就是撅逗哏的。你呀、啊，你听着这效果，我这哎，我告诉你，严永祥，你这是简单的问题吗？你这不是简单的艺术性问题，这是人性的问题。当着这么些观众，七五少班主是不是你啊？啊？你还想长久的干下去吗？你看见没有？你心术不正，憋着篡权夺位，你这政治问题啊？你这是？你太不像话了，你！说谁呢？这你不搅和我们俩没这事儿？我跟你等会儿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起，气得我弄死我！你起啊！告诉你，在这儿别给我来这套，这是我师傅，你知道吗？于老师，您得做做主吧。咱说啊，于老师，我拿您一直很尊敬您，这么多年，郭麒麟常年这样，您管不管？观众都看着，这太混了，这我就这样了。你不能，你欺负我们？不是，您得说你对不对、啊？您他轰我走，这我就轰你怎么了？我有能耐，别再不走，我抽你信不信？你没见过薛二代打人是怎么着的？啊？你打过不少人了，你已经知道吗？我这逮着给你扎一针海洛因，我干马上就逮你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您是有照班主，您不能欺负人，他有能耐，听我，你甭管我了，我告诉你，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话，大林，我先给你把这道理讲清楚，我不讲什么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就急着呢，我在气头呢。哎